挑战赛在法国举办，来自澳洲和哥斯达黎加的冲浪好手分别获得了男女组的冠军，充满了精彩又刺激的比赛过程。新闻最后带你一块来看，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杨翔瑜，祝您有个美好又愉快的一天，晚安，我们再会。